灯笼鱼是很多鱼类的别称，但没有一种鱼的学名叫做灯笼鱼。通常人们说的灯笼鱼是安康鱼。安康鱼是一种深海鱼，它的外形很丑陋，不过味道很鲜美，是很不错的食用鱼。之所以叫它灯笼鱼，是因为它的身上长有一个小灯笼，而且这个小灯笼还能发光。它的线细胞分泌出的光素，在经过氧化作用后就可以发光。除了安康鱼外，还有一种观赏鱼也叫灯笼鱼，它的学名是头尾灯鱼，是灯鱼的一种。这种鱼产自南美洲，体型很小，是比较常见的小型热带鱼之一，通常适合养在草缸内。之所以叫大灯笼鱼，是因为它的头和尾巴是金黄色，可以折射光线，从而在水中看起来像是小灯一样。饲养这种鱼最好用老水，水质呈酸性。由于它是热带鱼，所以水温要保持在22至24摄氏度之间才行。